Hello，祝大家晚上好，我是麻子鸡。那这是今天是第36次的 Opel 的保留游戏录制，好，主持人您去录本集啊，所以这是直接入坑这集，能不能直接结束了？好了，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1:37，主持人希望这一次可以直接把这款游戏直接录完了。好了，那上次刚刚我们录到就是我们终于发现我们好像是被人家陷害的啊，然后被人家控制了、啊。真正的魔王好像是另一位家伙，然后他好像是附在那个什么那个法师的身上啊，那个巫师身上啊，然后结果现在又回来的这边。好了，我们这边要干嘛？哎，还有那个他女儿，就是他我们老婆是帮我们的，这他干嘛？出去的要求，你要把我现在给毁了啊！永远都不要相信什么家庭的技术，什么闭嘴！不管怎么样，只要我能开始吸收你的能量，我就会完全恢复力量。小鬼们，阿内，所以呢，你在吸收我的能量是吧？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拿起了小鬼的巢穴，取回魔法球，杀死情人堡啊！干嘛？来，物理法呢？干嘛？滚！耶！什么？怎么取回巢穴？好、啊。哎，还有多少？还有多少？哎，六个怎么？到吧？我没有魔法吗？对，我的魔法嘞。来呀、啊！哎，六个讨厌的，我真知道六个怎么那么讨厌的，那跳在人家身上打人家。哎、啊，你来，你来，跑！为什么他的小鬼那么的讨厌？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英雄的，可就是看你现在。等一下呢，我怎么了啦？我已经削弱了高塔的心脏一样，现在去追他。哦，谢谢你哦，把所有小弟都召唤回来，这是你唯一的机会。这地方怎么那么多虫子？难道没人打扫吗？哎呦，你们两个都帮我这么好。啊，你耶，老头。那只不过给你一点小小的惊喜，所以呢，现在要我干嘛？咻，咻，啊！你已经找到了所有魔法球，哦，是哦，哦，我的魔法，太好了。所以呢，现在我要干嘛？我们要干嘛？解回小鬼巢穴，是从什么这里吗？这是装鬼。哦，救回来了，老大，老大，是啊，刚刚还打我的，现在又叫我老大，妈的！所以呢，现在可以叫，一样叫35个。这边呢，哎，这个是绿鬼，这 A 呢是中鬼的，啊，绿鬼。为什么这家伙都没有动画？哎，我们下去那边哦。这里嘞，没有反应，好吧。啊，你们两个哎，打你！算了，老婆都没有用啊，老婆没有，都不能动嘛。好了，我们去找那王八蛋，王八蛋嘞，那边。然后我们先在那边打一个洞，这也是连到哪里去啊 ？Hello， 什么鸟地方？原来我们高塔下面有那么大的地方哦！哎，东西捡一捡。有没有觉得刚刚老朋友是件很爽的事情？千万别忘了，你是如何在那边，他们是让你如何在那边得死？哦，是哦。谁管他们？可是高塔没有忘记。好嘞。那现在嘞？那我们这边有装备啊，他死了肯定死了，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谁都活不了。是啊是啊，哎呦，孤蛋，小鬼是吧？是准备要干嘛？我们击败了恶魔，他们也找到自己的归属，现在我们走吧，走去哪里？哎，红鬼的家。我才会找到你，治好了你，准备让你成为我的接续人，灵忍的驱忍者。是，哎呦，还有，魔鬼树吧？
说你不过是个前任霸王，你这嚣张什么东西呀、啊？就是只为了小鼓手动小怪物巢穴，东西挺重要的，多找几个来。好吧，我把它放回去。Go go go！等装备，等装备，我该多带几只小鬼的。哇，就这二十只好像不怎么足够。哎，打屁虫！屁虫！安安静，你妈蛋的！哎，乖乖乖！哎，这可以转吧？哦，烧起来了，烧起来了！对不起，哎，不好。我要先把那个巢穴搬回去，才能继续走这边。哦，完了。哦，回来了，回来了，大哥。笨，算了。看你戴着黄金头盔，你还那么笨，傻傻的。那把它搬回去，搬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叫红鬼。好，现在时间是11:44。那我要叫一只猴，来个多一点。好了，冲！现在就搬另一个巢穴。看一下，哦，还有，来，打爆你们的！对，不是忍者型的，就还好，超讨厌忍者型的，忍者型很烦。来，去搬那个。哦，走！哦，吓死了！哇！乖乖乖乖，你站在那边不好，那地点不好，来过来点，乖点。你好，在这边打他们。哎，你们又伸出来了，可以吧？耶！对，我的小鬼比较可爱，是吧？好，这个是水鬼的吧？帮我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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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个开关，那边有小鬼，好烦，先回去再说。等一下，我先暂停一下好了。好啦，哎呦，怎么了？哦，有动画时间。这是叫狼鬼的，啊，狼鬼来叫个几只好了，说不定等一下会冲好的。原来帮助我的父亲统治整个世界，是啊。可是你怎么现在在帮我？你的父亲知道你在帮我，一定很伤心。他好伤心落泪，那个不孝女。耶，都秒杀哎，这小鬼好弱。哈哈。越来越。哎，怎么没有人去找那个？哎，那个有东西吗？哦，没有，快出来。好的。走。You choose all. 哦，绿虫，是有蓝虫啊！我讲错，哎，那边有绿毒。好吧，所以在附近一定会有那个啊，果然有没有？ Red, 可是我就他妈的就八只而已，干！该死，我要回去召唤了。不是吧？这麻烦。
要不要回去？我们回去叫狼鬼啊，还要走来走去的、哦。没了。嗯啊嗯啊嗯啊嗯，叫屁啊！哎，我们走路没去看路，我还是跟人家聊一下那人的那。我看各流十字好了，但人家麻烦。坏人猜到你在做什么事比较有效率，好人只知道跟坏人作对，是啊。好，先这样子。绿鬼应该就不需要了吧，因为已经搬就搬回去了。绿鬼就应该就不需要那么多只了。好了。哦。就我们现在只是要取回所有的巢穴而已吧。然后就杀死前人的霸王，然后就破台了，耶！应该是这样吧，顺利的话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这款游戏。哦，好像有人追过来，哎呦，好痛！呜呀！叫！看看他，这边。等下会过去的时候，就有一堆家伙蹦出来了。我先让其他家伙在这边先待命，然后带其他人过去。等下暂停一下。好，个人录一录，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鬼出现。哎，果然有，快点塞！哎，怎么跑过来了？哎呦，这是绿鬼！哎呦，我怎么躲在后面？你这怕三小，没有礼貌！哎，我错了！快让他们过来，他们来过来，他们会被淹死！哎，不要过来，会被淹死啊，淹死！好了。走，赶快搬过去，那绿鬼窝。走慢一点、啊，走慢一点，哎对。快点，赶快放回去。哎，这是什么？我刚才说过什么东西？我已经收集全部的草鞋，我们现在杀死前人霸王。所以我们现在是哇，各取十只。你居然挑中了妹妹，我妹妹，你可真有眼力，怎样？我喜欢辣妹不行是不是？我就是挑辣妹，第一步是不是？好了，冲了，单数五只，冲！我们杀死前任的霸王，前任霸王是吧？哎，你们怎么一直爬出来啊？搞你！打不你！我们砍一刀就死了。哎，呀！No, 水蓝虫。
然后这边，我们就要靠绿边。哎，我们少一只绿边。啊，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这边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好了，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转的地方，这边是回去的道路吧，所以我们刚才要走那边。来，转开转开，这边是连到回去的路。来，把它转开，然后往前面走。下得太欸，他怎么从地上爬出来？犯规呀！刚不打死你们，也没有爬出来，这杀不停，杀不完一样。来来来，我们去把毒气吸吸。毒气吸吸，吸吸毒，吸吸毒，来了。吸毒毒，吸毒毒。啊，这个是。哦，把它拉开了一层，我推用推的，推推推啊！这个是怎样？那个门，这是门还是墙壁啊？就这样把它推开了，我们就都应该打完了，我们先暂停一下。好吧，打完了。哦，好人们总是梦想着成为英雄，他们这次太庸俗了，你也是，怎样？这个英雄不好吧？哎，你干嘛要把门关起来？可以呢。这边可以一直叫小鬼。哎呦，那么多只啊！不啊不啊不啊！别打！打了吗？没有，再扣一丢。什么？哎，打啊打啊！打爆他！哎呦，把他震开！我认为他爱你，威廉，我不能承认的是，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谁啊？跟谁私奔？跟那个女妖是不是？威廉不是喜欢女妖吗？哎呦，走开走开！所以他就是不停的召唤，不停的叫什么？啊，然后呢？好不容易休息吧，英雄也是需要休息啊。所以你一直在诱惑那些家伙，诱惑之前的家伙，然后让他们看到你心爱的人被夺走，真的令人难过卡。等事情过去后，他唯一就是叫愤怒。哦，吓死呀！我是这样的，啊，你到底要干嘛？噔。热烈欢迎钉子，影响了更多难度少我的朋友，没有人会去一波一起的选择。谁？现在是什么？现在什么状况？你在干嘛？我看不懂啊。还有在够血吗？有护盾，你有护盾，哎呦，什么东西？敲敲敲敲，敲不到。他打我也不痛啊！这也是在那边看戏的，到了。打打笨蛋！哎呦。他怎么讲同样的话？感觉这边好像没什么难度哎，我就看我的小鬼这边表现。好吧，看你们表现了。哎，你们从哪里来的？
好的。你要下来没？你要去哪里啊？到底怎么样？闭关。所以他是发什么光光什么意思打的吗？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吗？你看闭关那小鬼跑过去打他了。哦，受不了。哎。来，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哎，侏罗纪什么都有，只是别人有的东西他都想要，所以这是，这现在你又要干嘛？哎，死光光的，发生什么事？怎么了？现在呢？我小鬼死光了，我被鬼殴了，不要，不要！哎，太多只了啊、哦，有没有那么夸张？哎，干！哎，我有听到，偷袭我！现在就给我你还来老梗的我不要哥那天好放歌哟等一下我暂停一下我应该专心一下录一下游戏好了，虽然都已经第一集了，居然还这样子。哎，他放我关了，走开！干嘛？哦，到了。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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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又来了，这桃花龙卷风，咋的？哎，卖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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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脸啊，结冻啊，小了，烦的你！他到底在干嘛？哎，陆哥，陆哥，打打，嘿嘿，我是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你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什么？哎，副车又来了，根本是小鬼的消耗战啊，是消耗小鬼。啊你爷啊，哎呀。啊，再来是什么关？好、哦。啊，你这个。步骤骤，哎，我来了，不要，哇，你几百呀你，干，又不能直接打他，什么死光光的，还有什么、啊？那是局官吧？哎，机关，随便打。哇、哦，好烦啊！来了。
哦，那就没有个一个固定的顺序吗？哦，用女红来的。哎呀！都给你打就好了啊！你妈！还是红光吧。啊，还是叫多一点啊，直接打你！妈的，杀他！杀死他！这个应该是绿鬼，你叫一些绿。怎么挂 AD 鬼？对对对对。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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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爆他！打爆他！哎，成功了！啊哈！妈，你在跑，你在跑！这些所谓的好人，嘿嘿，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愿是多么的邪恶，是哈？那法师，法师，那法师。然后呢？所以你要死了没啊？耶耶耶！啊，去干掉你！笑死的！霸王只能有一个，因为霸王终于成为了历史成绩。一个老大干掉另一个老大，整个世界清净了，是这样子哦。他的领地什么？邪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阿内，谁破台了吗？然后呢？邪恶与日常，我知道啊，不要再重复一次。这边奴隶都深深的打上了他的邪恶烙印。啊，不来点花蜜吗？就黑色的。人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连提到他的名字都是小心翼翼的。所以我叫什么名字啊？就叫霸王，还是叫 Overlord？ 他和他的爱人，还有那些小鬼，从此过了幸福的生活，是这样子吗？这是童话故事，是不是？从此过了幸福的生活，哎，神经。然后呢？然后呢？最多程度七十二拍，这玩那么多哦，孵化小鬼，那呢？然后呢？就破台了。呜、哦，邪恶终究是永恒的存在。你废话讲完了没啦？啊，然后呢？哎，所以那个加装的部分，高塔的部分，算了。他应该破台就算了。好，现在是12:07，好、哦，终于把这款游戏破完了。哎呀，第36期终于把这款游戏破完了，真的花了好多时间啊，应该不知道花了多久，终于结束了。邪恶的能力还有邪恶能量啊、哦！干，可以嘞。所以这还是没结束啊！再如果有人持有邪恶力量的全员，还有，那是什么深渊之类的吧？天啊！好，我们把高塔的这个升一升好了，好像有其他东西把它升级一下。好了，所以还是要再录一集啊，这还没有最后一集啊。浪漫的羞涩过，所以我们还要再花。还要再花一点时间，然后才能完全结束这款游戏啊！叫什么？500块？我选这东西想疯，你想你这个东西想到疯哦，神经病！巨型火焰骷髅，哇，这么酷、啊！蓝牙红顶，巨牙红，小心肝。
很酷。还有没有？蓝牙顶尖，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怎么知道？问我。购买。为什么宣布了这个谁是最遗漏的？啊，这个勾乳头破损，哎，毒蛇 snake， 没了吧？哎，骷髅，骷髅不是买的吗？哎，没了。那没了啊，返回了，免得浪费钱。希望跟客官人在卧室快活一下。C C， 哦，哦，所以全部买完之后就给他快活一下，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人民都变成这边的时候买的。Master，Master， 嗯，干嘛？要打炮是不是？让我看看，看什么？这么快就完事了，靠！啊，这么快啊！啊，结束了！啊，什么？如果那件事就是把你从那个厚重铠甲刨铠甲里刨出来，哦，是啊，还嘞？啊！然后呢？然后呢？哎，看不到啊，看不到啊！你在咬什么啊？哎，看不到啊！哎。整个高考都在摇是怎样？哦，行个宝贝，真是个惊喜。你还没有爽够，所以 C C。啊！我那等等等。啊，就这样啊，就这样没了，就这样。啊，什么都没有吗？奇怪。啊，主持人这边收台了，那下次还要再录一次啊。好，先这样结束了，拜拜。